好多鱼啊！你从上面赶下来嘛。我这里啊。嗯。你帮我看那个下板，不要被鱼冲走了。好的。你这波操作让很多人想起了小时候啊。哎呀，鞋子进水了。哎呀，水全部打到我脸上了。喂，有啊。哦，有货有货。你不是很多鱼吗？不是很多吗？好多小饼虾，全是虎鳖是鱼。哦，搞了两个怪东西，这个是什么认识吗？谁能用普通话说出它的名字吗？我们方言叫臭海吧。这里好多鱼啊，看到吗？妈，这虎鳖是不好吃，还不如多捞点小虾米油炸，特别香。就是水太深了。有吗？哎呦，有，好多虾米。这条小溪里面，除了这种苦鳖食多，就是小米虾最多了。今天我们就捞点小米虾回去吃了。可以了，有一餐了，全是小米虾。你看这个小溪边好多野菜，这种就叫野芹菜，那个是薄荷哦。姨妈不是让你摘的薄荷吗？让她自己来摘吧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大姨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们给表弟介绍个对象，有没有合适的？五岁男生很吃香的，就他这眼里都是香饽饽。好，让我叫表弟去试试。我们就在这里煮着吃啊，有一餐好的咯。哦，哦，跑了好多，跑了好多，还有这么多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差不多了，把它捞出来，加入辣椒。哇，香喷喷的小米。早上冰了瓶啤酒在这里的。美美的一盘呀、啊、这个味道就可以哦，小米虾又香又脆，嗯，这样子才过瘾。再来一口冰凉的小酒，哇，太爽了。其实这种小鱼非常的好吃，嗯，美味。哟，细石斑也好多，我刚刚还看到一条沙丘呢。要不然下一期就盘这个塘。可以，